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无所谓。我现在在双井桥东，这里有家长旺面，我经过无数次，每次都想去吃，但是可惜每次经过都是很饱的状态。今天刚好经过，饿着肚子，所以走，今天我们去试试这个长旺面。哇，有长旺面，有羊肉粉，我两个都想吃，怎么办？还有糯米饭，我都想吃。哇，都试一试。什么比较推荐呢？我们家是集体羊肉粉，还有长旺面。哦，长旺面就有肠跟血旺在里面是吧？对，长了还有豆芽。哦，我能做成长旺羊肉粉吗？不能是吧？我来个小的长旺面。对，能加什么东西呢？里面都有什么呢？长旺里面有那个雀鲷。哦，雀鲷可以单加是吗？嗯，单加。我先吃吧。嗯，来个糯米饭。一个长旺面小的。对。加一个糯米饭。嗯，我还想吃羊肉粉，怎么办？那你下不能吃那么多吗？啊。啊，吃不完的。好吧，那先这样，要个甜酒鸡蛋。对，甜酒吧加鸡蛋。还来其他的吗？啊，其他不用了。先买这些哈。对。啊，五十三元，好。哇，这长旺面好烫啊，上面有一层油，很保温。嗯，有肥肠但不血旺。我这应该雀鲷。哇，好脆，好像这雀鲷。先吃口原味的，但是蘸面很香，那个鸭蛋的味道也有些筋性。被那个汤的油呛到，尝口这个汤。这汤比较鲜甜，但是我还真喝不出来是猪骨汤还是鸡骨汤。所以说我想不到他们贵州吃的是这种面。sorry， 被呛到。跟广东的竹升面很像，都是有筋性有饭香，但是它没有竹升面那么脆弹，没有碱水的味道。血旺非常嫩，是猪血。非常，并没有很重的咸味儿，也不是很入味儿，但是它有上气的那种香味儿，算是比较清淡的，非常。几号？
他八十怎么坐在这都没人来拿呢？嗯。哇，血氧太强了，我加料试试。喝酒了呀？加什么？加点辣椒。那其实这些辣椒花椒是跟那个羊肉粉是比较配的，就这么我这样操作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操作。更加浓郁，更加香辣，快那个辣椒油的时候都能感受到那个辣椒是被炸得很酥脆的感觉。面吃起来其实香是很香浓，但是它还是有油，还挺油腻的。但是记得要吃他们的那个小菜，很清爽解腻。这张太香了，我得去加一份，加份软哨试试。它这个面里的是脆哨，我刚才去加了一份软哨，然后问了人家这个面确实是自己打的，做得这么独特，在市面上没见到有。软哨，他们说脆哨就是纯肥肉炸的，很脆，但刚才我吃那个脆哨有肥肉也有瘦肉，软哨呢说是五花肉做的，就比较软一些。我问的这个血旺是鸭血做的，是鸭血旺，但它那个有点脆爽的程度确实有点像猪血。原来北京某什么虾铺什么什么火锅店，他们家的鸭血，我十几年前我第一次是为师，我就跟同学认个鸭血肯定是有猪血成分，因为那个鸭血是脆爽的，根本就是猪血的口感。果不其然，在十几年后，在前几年就曝光了新闻，他们就用的那个鸭血里面兑有猪血，就是说是五花肉做的，但其实瘦的成分太多了。确实不如脆哨好吃。所以人类就是这么喜爱高胆固醇高脂肪的食物。这些你看太瘦了，看这个脆哨即使在汤里泡了很久，也依然很酥脆。好，我们吃完了，我们吃糯米饭了。糯米饭在我的想吃的等级里高过羊肉粉，所以今天我们吃糯米饭，然后粉真的没肚子吃了。
蒸糯米饭呢，本身就正常的蒸糯米饭，饭本身是有点咸味的，然后它上面配有那个萝卜干，嗯，有脆哨的花生米，还有些肉末，哇，特别香。嗯，我们南方特别喜欢吃糯米饭，在冬天的时候，嗯，像我家乡就是扣肉配糯米饭，就冬天吃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因为能量很高，所以真的很暖身暖胃。但是有好多我认识的好多北方的朋友都不习惯吃糯米饭，因为以前我也在家做饭，有时候做糯米饭，我请朋友来吃，我兴奋得不得了，觉得好吃得不得了，但是看那些北方的朋友吃得愁眉苦脸的，确实这个地域饮食差别真的好大。这糯米饭就吃到这里，剩下的我打包明天当早餐，因为热量真的太高了，我不敢吃那么多。像我们吃那个醪糟蛋，我们叫醪糟蛋，他们叫甜酒吧酱鸡蛋。哦，它除了醪糟，它里面还有年糕，哇！醪糟味道很香浓，不像好多家叫这种醪糟，就一点点醪糟兑了很多水，他们家醪糟还是挺浓的。嗯，年糕很爽滑，很嫩。嗯，酒味相当浓。我是第一次吃这种醪糟蛋加入年糕的，哇，年糕好 Q 弹，好好吃。煮的稍微有点点的糖心，这种的饭是最甜的。这个醪糟应该是我在北京这些小店里面吃过的最好的醪糟。块年糕没吃完，真的太饱了，吃完外卖有优惠，所以住附近的幸福了，可以叫外卖，但面跟粉还是在店里吃的。吃完出来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吃贵阳的长方面，所以我并不知道正不正宗，但是那个面确实挺有特色的，然后糯米饭也很香，那个醪糟是我在北京这种小店里面吃到过的最浓的醪糟，推荐给大家，确实值得来。这个地方就在双井桥东，双井桥的东南角，大家很容易应该都找得到。我下次来试他们的水城羊肉粉。好了，今天的探店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无所谓，一个要减肥的吃货，拜拜。